GD 当兵掏出全身伤。TOP 社军中兼职遭调查。首尔讯，韩国航团 Big Bang 的29岁队长 G Dragon GD 上个月2月27日入伍，他当兵22天，因规律生活养胖不少，但日前流出的军中照右脚踝左手臂都受伤，让粉丝相当担心。另一箱 Big Bang 于3月13日发行预录新歌 Flower Road， 虽获广大回响，但因吸毒从义警转为替代役的 TOP 却涉违反军人不得兼职从事盈利行为条例，遭到调查。对此 TOP 解释，歌曲于2015年至2016年时制作完毕，从不知歌曲会在此时推出。而他也提交和经纪公司合约，公厘清歌曲所有权，本周内会有答案。